世界冠军，每晚美食沙。远方煽风点火，雨夜静清秋，树满枯竭凋落，微风洒悲奏。怎么样？有没有吵架？没有。欢迎玉木飘雪，中午好。小小雨中流水楼，中午好。知火丹去留，江边冷舟。后台客服怎么说？没有，他自己直接取消退款了。因为昨天他提交了之后，提交凭证之后，我紧接着我就提交凭证了，然后他又提交凭证，然后我又提交凭证，然后客服介入了，客服介入了之后，然后他就发现不行，然后他就今天一早吧，他就自己取消了，就取消退款了。主要是我查了一下他的那个收货地址，刚好就是他们当地的电子厂，所以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可能给他退的。而且他给我发的视频，你知道那个派的下面是啥吗？是那种卖手机的柜子，更不可能给他退了。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给我换件？这次就是长个记性，以后就知道了。欢迎闲的是情，静的是心。以后我就宁可找那种就是以旧换新啊，直接回收，我也不这样卖了。噔噔噔噔，配音这类人真的太讨厌了。欢迎五七幺零。噔噔噔，我脸好像又小了，是不是？有没有？我跟你们说，昨天我老想订外卖了，就半夜的时候就饿的都不行了，但是我坚持住了。说啥我也没吃。今天早上起来看腰又瘦了，脸又小了一点，真不错，不错。佩服佩服，这有点敷衍啊，很明显的。是吧？还横纹显肉，竖纹显瘦。要那我今天是横纹的。会胖吗？壮吗？主要是我今天起来发现我双下巴少了很多。
看见没？看见没？每天一个变化。欢迎小星雨。等我彻底瘦下来之后，我要好好去逛一次街。欢迎蛋蛋的高仔。噔噔噔！欢迎我相信你就是那个唯一。Hello， 欢迎我峰哥。中午好啊。谢唯一的点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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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交友。牛奶芒果。哎呀，这衣服会不会显壮啊？显得壮壮。要不要换一件？吃中午饭了吗？吃了，给自己烤了点牛肉吃。一个系列的汉服，一看价格吓一跳，汉服现在可贵了，汉服啊，旗袍这些就是做工好的，价格都超贵。噔噔噔噔噔，挺好的呀。不撞哈，不撞就行。噔噔，芒果布丁，这个芒果布丁可爱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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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感谢我峰哥的小恶魔，谢谢，谢谢峰哥，谢谢峰哥帮忙完成了一星的任务，谢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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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峰哥的大气，穿什么衣服没关系，我不听，我不听，我知道你要说啥了，我不听。谢谢我峰哥的小沙锤。感谢峰哥。当当当当，哎，小强拿个锤子，他就不出啊。峰哥，这个你砸出来过吗？欢迎白嫖。我感觉这个概率要比之前的那个小厨娘啊什么的差很多，虽然它便宜哈。但是你要点好多下它才出一个。瘦成果子狸，
再过几天我这脸就更小了。我今天起来我就看我的看镜子，我就看我这个脸，我就觉得挺不错。亮瞎狗眼，太亮了吗？没有啊，我感觉还挺暗的呀。自己没醒，没有，就是感觉脸尖了，我就来回确认了好几遍我的这个，来回确认好几遍我的双下巴，真的变小了。哎呀，还是要坚持，还是要坚持，坚持了就能看到效果。谢谢返璞终生的荧光棒，谢谢。对自己要求也不高，一个月瘦个10多斤就行啊，然后瘦3个月，给他彻底瘦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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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瘦的才好看，还行。啦啦啦啦啦。哎，康康改名求中奖。弱弱的才好看。我的新椅子也到了，哟，现在刚安上。哒哒哒哒哒。没双下巴吧？之前有，现在好一些。这新椅子真的好暄乎啊，跟之前那个完全两个样。欢迎沿途小孩。30多斤就只剩120斤了，别说话，听听的人话，是人话吗？噔噔噔噔噔，哎，听箫声，同款吗？啊，一模一样的。那就唯一点，它有点高，有点下不去了，这就是最高了，最低了。我坐这椅子坐的有点习惯了嘛，所以就不太想换。欢迎我心如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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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比如说有一件黑色的衬衫，还有一件红色的衬衫，你知道吧？就是它俩是一样的，只不过颜色不一样。还有裤子也是，裤子这个就当时买的时候觉得特别舒服，然后还显瘦，然后就买了好多条。夏天有夏天材质的这样子的裤子，冬天有冬天的这种绒绒的这种裤子，然后还有牛仔裤。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那种阔腿的牛仔裤。然后就每次出去逛街的时候，就或者说在网上看的时候，都看，哎，这个不错，这个挺好看的。其实买回来发现，基本上没啥区别，都是一样的，差不了太多。
我现在有四条牛仔裤吧，基本上就是穿上效果差不多的那种。谢谢1990的荧光棒。噔噔噔，我看着我这直播间不亮啊，我看那个啥也不太亮啊，你要不要把你的屏幕那个亮度稍微调小一点就好了，我看我这个一点也不亮。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呀、啊，我看着，说实话，我看着我的画面还挺暗的呢，应该有可能是你手机屏幕调的太亮了，你可以适当的把你那个手机屏幕的那个光往下调一下就好了。我现在看着也不亮，是暗的感觉。噔噔噔。欢迎老中医。噔噔噔噔噔。哦，那怎么办呀？
妆，半个月没种，当年可能不好种，欢迎唯爱 baby。上次两百什么都没。哎，好难。欢迎星际电工。当当当。是我黑还是老板这里太白？是你黑。谢谢我 AV 的小学徒。噔噔噔噔，直接刷鱼翅，节哀。抽完就很痛苦吗？有可能痛苦，有可能幸福。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噔噔噔噔，欢迎只招使徒不卡。所罗门主克我，没有，他那个号是基本上就那些东西出的多，他都是那个，比如说他先放几个小的，然后他再连着出，你每次不就是可能就刷个一个两个吗？找概率，他是一直会点，然后再加上就比如说十连十连啥的，所以才能出，还有暴击什么的。噔噔噔噔，欢迎总工会，欢迎随风，没事咱就偶尔抽一抽就当玩了，赔的多了咱就不抽了，要是感觉赚了就可以抽一抽，是不是？就当那个什么娱乐。周好，噔噔噔，但这两天概率不好啊，我先跟你说，你别上头抽完了之后再亏了，量力而行。
随风的音乐卡，谢谢，感谢随风。欢迎小陈欧巴，欢迎桃花姐。噔噔噔噔噔噔，欢迎点子王，中午好。欢迎地球观察员。
峰哥还有天黑的大吉。搞定了。申请退款，然后我拒绝了，然后他提交凭证，然后我也提交凭证，然后他又提交凭证，我也再提交凭证，然后后来他就自己退款了，就是把退款取消了。欢迎陈山坡，就再怎么说他都没有理。哎，爱他几的人，噔噔噔噔，刚才弹的是那个。说好不哭周杰伦的，
咚咚咚咚。用我的凭证，他看出来是录像了。嗨，欢迎按下去的人。就要真是到客服打电话调解那一步的话，他也赢不了。他自己知道，因为他的地址就是我查了一下，是当地的电子城。所以说，就客服介入的话，再加上那些证据，他肯定他也没有办法。噔噔噔噔噔噔，这还挺好。噔噔噔噔，欢迎望雨人。欢迎魔王与他。我干来着？欢迎光明。欢迎文风飞扬。
了，谢谢，谢谢小 K 的荧光棒。谢谢谢谢，所罗盟主大气，谢谢，谢谢所罗盟主的晚会，谢谢谢谢，感谢老板。欢迎胖子哟。
江湖恰少恰年少，什么歌？啥来着？换一个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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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前向少女心，噔噔噔噔，乙女心，噔噔噔噔噔，
哥，感谢峰哥的这个调查。峰哥的小学徒，还有涛哥，还是吹的。咱就不吹了，不抽了，嗯。噔噔噔 ，Hello， 涛哥，中午好。完了，我今天头发好像有点吹的太蓬了，罢了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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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当当，欢迎冰镇小龙虾。不会呀，好好看啊，真的吗？感觉他一直在往上飞，头发。欢迎小财鼠。当当当当当。哈、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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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欢迎社会师爷。学习模式了，边学习边听果果直播，行，努力加油啊！好好学，你这次要考啥呀？欢迎机械。欢迎零二。玛丽，谢我玛丽的小恶魔。欢迎加菲猫，欢迎我只是路过。欢迎九九九九。中午好。欢迎妹妹。兄弟们，咱们再差几张吧，卡上咱们的三星就可以过去了，还差刚好十张，最后十张办卡。但咱们要不要凑一凑，先勾个三星啊？谢我天飞的办卡，谢谢。把电话处理好了吗？处理好了，嗯，没有问题了。欢迎幺幺六。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世商。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半山听雨》。就风格的小沙锤。Thank you.
谢我玛丽的两个小小学徒，谢谢，不是那个小恶魔，谢谢，谢我玛丽，还有我比巴包，什么礼物啊？哎，我这咋没有特效呢？没看着啊。哒哒哒哒哒，这个叫做半山听雨，嗯。噔噔噔噔，谢谢我比巴包，刚才没看着特效啊。嗯，半山听雨，你们要喜欢的话可以把这名记一下了，下次就可以直接点了，想听就可以直接听了，比较方便。欢迎画果，欢迎守护，欢迎 home call。哎，兄弟们，给你们推荐个电影啊，那个叫做《吉祥如意》，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是那个大鹏导演的，屌丝男是那个大鹏。这个就是一个纪录片，算是一个纪录片了。哎呦，超好看，我看那个哭的都不行了，真的。给你们推荐这个。吉祥如意，听起来蛮舒服的。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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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欢迎 home call， 叮叮哒啊啊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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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牵丝戏啊，行，一会儿弹，我先把这个弹了，然后给你弹牵丝戏啊。欢迎看嘴。哎，吃地不乱跑。稍微调一下啊，放我鸽子了，那你咋办？自己吃点啥？Thank you.
加费劲。欢迎世辰，叫啥来着？哦，对，千丝戏。
逍遥。欢迎沐雨，欢迎9836，咱们稍微等我一下下啊。The girls around the world are saying the same thing. I should be the one to marry Prince Charming. Now if this won't affect you, then oh, we're feeling the same. But listen up, I made this song and I'ma try to explain. Check it out. Yeah. Every little girl has the same exact dream. True. A pretty white dress and a diamond ring. To match the biggest wedding ever with a prince who's showing sex. To be the princess in his fairy tale. Why is she the one that gets the fairy tale? Ooh, this might make you laugh, but it's not as proof. Everything rap's 100% true. When a royal wedding happens, here's your proof. Twinkie sales go through the roof. And the sorority girls all get excited. But so much jealousy, it's hard to hide it. All over the news and it hurts to look. So one by one, they tweet and Facebook. Ha! Saying, ugh, such an issue. An old girlfriend, pass me the tissue. Boys, I know I'm lacking sense. And there she goes, just found a prince. Wow. Real life princess must be nice. That should be me, it's just not right. This sounds so sweet, but it feels like a knife. She's gonna have the perfect life. 欢迎手缠着红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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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大个子，会打架吗？会。欢迎江湖。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再来送给大家一首《一荤一素》。兄弟们，今天中午的直播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晚上再见，好吗？晚上8点我在直播间等你们，我们不见不散哦。大家拜拜，晚上见，拜拜，兄弟们。